第三十四题，三十四、三十五题是题组。红星海贼团的潜水艇受到袭击，正要下沉躲避攻击，请回答三十四、三十五题。三十四题是问：已知水的深度每增加十公尺，就会增加一大气压的水压。如果红星海贼团的潜水艇最大的抗压力是为七大气压，试问此潜水艇最深可潜入多深的水域？我们要抵抗七大气压，可是大气本身就有一大气压，所以水压所产生的压力最多只能够有六大气压，十公尺会增加一个大气压，六大气压就是六十公尺。所以第三十四题问我们说，试问此潜水艇最深可潜入多深的水域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六十公尺。